啊，今天我们来玩玩看这个最近出的 Operation Tango 加防9919483556888。Yeah. 这音乐是哪个动画？神奇宝贝，小梦叔叔，这个月的抽奖啊，礼拜二要抽啊。哇，感谢失败人的两个订阅，这是你啊，我看一下。哎，我用这个吧，我动脑吧。没脑的去那边啊，没脑的去当特务啊，过去过去过去。人家傲气九个月。骇客。开始啊。嘟嘟。Good morning, agents. Willem van den Berg is a dangerous Dutch businessman known to forcefully acquire technological prototypes and patents and resell them to the highest bidder. 威廉大亨堡 crossed the line and stole the genome map of a deadly virus. We can't let this biological weapon fall into the wrong hands. 调一下的音量。Your mission is to take advantage of his absence and retrieve the virus genome from the vault in his. 趁他不在的时候进去偷东西出来。Good luck. OK. 感谢工程师跟詹姆斯。这是款建立在语音沟通游戏。别偷看啦、啊、你不要偷看啦、啊。哎，此刻。哎，算了，以你的智商不偷看可能也过不了。都是。Here we go. Help your partner get to the penthouse and break into the vault. 骇入金库，让你的伙伴前往公寓，帮你打开金库的大门。走啊，走啊！存取，看一下我有什么工具。骇客要负责干嘛？哦哦，我可以看摄影机。我被困住了。哦，哦，你在电梯里面是不是？有看到比赞吗？有，我还可以给你放音乐。启动电梯。哦。夏日主题，圣诞节主题。他还有紧急停止，哎，怎么样？呼叫保全。哦。哦。哦，懂了啊，懂了。好，认真了，认真了，一次过，一次过。哎，进电梯，进电梯。哦，原来这几个按钮是这样用的。40秒之后抵达战场。按赞啊，你倒是按赞啊。暗战，暗战呐、啊！暗战，十秒后抵达战场啊！没问，这什么电梯这么屌，还能虚拟实境的？夏日主题，万圣节。听到声音了吧？没有。OK， 向访客显示自定讯息，怎么样？有吗？有啊。开启。让你的伙伴前往公寓。OK， 移动。复写指令。哦，可以移动这个，好，这个放这里吧。密码，你到金库了啊？哦，
请求你协助破译密码。好，我来，我看一下。密码破解啊！哦，我是要滚这个球，是不是？只有 W S X X 点 X X 点这个，酷啊！原来是你在控哦。我控左右。我想说奇怪，为什么他动不了？哦。哦，你会不会控上下？哦，你到底会不会啊？67，哦，快走！快！走啊！来，啊！你控一下。哦，啊、不是，你赶快前进好不好？我也在前进啊！你要把它压下，嘟，加速的、欸，好，你是敢不敢刹个车啊？有，我在刹，差点，98。Good. Now exit the cameras. 已解锁，请骇入网路节点。好。我来害一下哈，哎呀，所以进到金库了。哦，你进到金库了吗？啊，有鲨鱼呢，金库里面有鲨鱼。看一下，哦，迷路。我可以进入到金库，我把防盗系统关掉，可以吧？哎，把那两个开关拉起来哦。那两个回头，地板上，回头，好，没问题，回头，你先静下，有一个，正方形的地板有楼梯的那个地方，哦，那应该前面，哦，就叫你回头了，哦。哎、欸，然后你看着那个栏杆，哎、欸，然后往左边走，往再往右边一点点，再往下一点点，啊，把它打开，好、哦，右转，往下，再往下，左边，哦，过了，简单嘛，哦、启动雷射感应、欸，哦。哦，手动输入四个数值 ，OK。你现在目标是要去哪里啊？我先把它转一转，看有什么差别。我可以骇入吗？好、哦。哦。我不行骇入。请骇入金库的网路节点，请输入代码，无效。好，应该是你要像骇客任务那样子走进去吧？那、啊、你那边有什么可以操作的？哎、欸，你干嘛、啊？你叫像骇客任务一样吗？像骇客任务一样啊！我试了一下，好像不行哎、欸。我发现它就这样旋转，是不是？那、啊、你那边有什么可以按的？蓝色的六，蓝色的六。哦，哦，我王要照顺序按吗？不用吧，你再按一下看。你叫五哦，我懂。你懂了吗？然后这一台是蓝色200，蓝色200啊。啊、哦，啊这个嘞，这个蓝色90，蓝色90。这一台蓝色2000，蓝色2000，有吗？不知道、欸，都调好了、欸。阿、啊、爸，你先把它打开，看看。你说中间那一台？
你把全部都打开。我这是害进去而已。你看一下，这是蓝色的六嘛？这是蓝色五，它变蓝色五。它变蓝色的五了。对啊。哦，有嘞，有嘞。哦，你要在实线内输入。啊，右边的，随便来一个，随便来一个。这个蓝色八二。八二哦。哎、欸，这个太慢，不是啊，八十二难拉、啊。换、oh. 一个，换一个。啊，开。三千七。三千七哦。好了。哦，蓝色一九五，黄色一八八。一八八哦。啊！哦，一八八能拉哎、欸，开那个，开那个，开那个。等一下，等下，雷射跑。蓝色两百，黄色二零六。二零六，嗯，解决。五。蓝色九十，黄色七四，紫色五六。好，解决。五、哦，轻松轻松。解除方道。解除方道。我要怎么启动它？我不知道，你看有什么可以按的。伺服器存取未受到保护。你那边有什么要输入吗？我这边要输入密码。密码六七五三五五六六，可以了。哦哦，哎、欸，什么东西？我掉到黑洞了！哦哦哦！开路啊，开路啊！哦，还有限制，哎，往下。再开，再开！哎，有东西飞过来了，不妙啊！哎！被防火墙消灭了。哦，开路开路，要快是吧？要快啊，要快啊，要快啊！防火墙会把我抓走啊！哇，更快的防火墙来了！不是，快让我进去啊！啊！不是，我有想说你要走上面吗？啊，走第一条转弯了。对对对，赶快转弯，赶快转弯，然后走，可以到了。专利技术，找出哪个保险箱藏有病毒的基因。哦，好，解锁。解锁了吗？哦。啊，你能干嘛？你现在你能干嘛？我能破解一个，哦，就这个，第一个，你说第一个这个绿色这个，你现在能看到是不是？我好像可以看到，是这个吗？没错没错，输入密码，密码多少？密码它有点糊呢。有点糊，你倒是说啊。像密，我猜一下啊、哦，我看不出来，几个字？几个字啊？没有，它没有字，它长得很奇怪。我想一下，输密码，你觉得这是正确的吗？智商已不足。哦，赶快，赶快，我想一下，
啊，不然你看到是什么？你看到是一个16的格子吗？4×4的格子，然后1、2、3字。啊，左边是 A B C D 啊。对啊。啊，然后嘞，有哪些在亮？它有斜线的，我不知道斜线怎么讲。哦，你就告诉我哪些在亮。它 B 跟 E 啊 B 行 B 行的 B 啊，哈哈，快点快点！你那边有什么可以输入？等一下，我先想一下。我就跟你的九宫格是一样，我可以输入那个斜线哦。那你就第一行的 B 的那一列啊，然后它是往右上哦，你懂吗？然后第二行的 A B 中间那一条横的 ，A B 中间那一条横的哦，然后二三行中间的 C 那一条直的哦，然后第三行的 C 的那个右上哦，然后第四行 C 的右下。C 的右下 ，OK， 全部啦，到了，输入，解锁，哎，解锁，轻松，哎，轻松，任务完成。原来你跟我看一样，我就在等你输入那个圈圈叉叉、哦。我想说，我可能是要报数字给你听，又不知道怎么报。报数字中间的也太难了吧？走、哦，任务二，前往加拿大。我要跟着你选。阿南，还可以使用内建的云聊天呢。Good morning, agents.A mysterious cyber hitman has been wreaking havoc lately on the world's network. 神秘的网络杀手出现了。We think this terrorist is accessing a microchip found in smart glasses to permanently erase his victim's virtual identity, thus locking them out of their own lives. Given how secure these microchips are, this could be an inside job. So our first suspect is Nimbus Web Optics, the manufacturer of the most popular brand of smart glasses in the world. 80网络光学公司。Tonight, when no one's present, you'll infiltrate the Nimbus building and network. Your mission is to access their mainframe server and dig out the engineering records of the microchip. Good luck. Okay, easy. 感觉我能动的应该就是刚刚那几个选项。网路光学公司。Start by giving your partner access to the rest of the building. 总共有一二三四，有四楼。你在哪里？我看不出来有几楼，我应该是在一楼吧。我看一下摄影机。哦，你在一楼哎、欸，你在一楼哎、欸。好，我看一下目标在哪里。他刚刚是说目标在哪里？人工存取。我要跟他预约吗？我要跟这女的预约吗？预约个不啊！你赶快找地方进去哦。好，我找一个分数高的。看起來他中间这个门说虚拟识别证没有授权，识别证哦，好，给你，这女人可以吧？这个是6月25号，哎呦，我进来，你进去了吗？好、哦，主机是主机，我看一下。你现在走到哪里了？我就刚刚你看的那一，你先继续走，先继续走，看看有什么。这个门写我要透过预约才可以进入技术中心。你要预约啊？对啊。
现在几号啊？现在几号啊？你要预约技术中心哦，我看一下。好、哦，看我。现在六月十六号。现在六月十六号、啊。对啊。哦，六月十六号，现在几点？五点六分。这个有办法预约吗？工作站识别码，好，看一下，看一下留言板好了。五点十六分啊，你先旁边看一下还有什么？五点六分，六。五点六分哦，昨天询问达尼洛佩雷拉，达尼洛佩雷拉。哦，看一下，有叫达尼洛佩雷拉的可以用一下吗？你是谁？罗西利奥阿曼达，一月三十。Evelyn， 你那边就只有那里可以走、啊。我旁边有个呼叫中心，但我不知道我现在。那还是先别按吧。员工卡，感觉员工应该可以。上次说六月五号是不是？六月十六，这里就没有人可以预约六月十六的啊！而且预约日期怎么这么奇怪？那、啊、现在几年啊？二零三八，二零三八，所以这个预约该不会是他入职的时间吧 ？ID 传送，哎、啊，你用刚刚那张卡进不去啊？嗯，他就说我要预约。你要预约啊？好，我帮你预约吧。好，我帮你预约。工作站识别码，要一个三个字、三个字的东西。三个字、三个字的东西。还是我去呼叫中心？呼叫中心哦，等一下，我看一下这边的，我看一下留言板。呼叫中心哦，留言板没有留下什么 有用的东西耶，三个字三个字的哦，三个字三个字的有没有？你是看三三七四九九，是写在墙上是不是？没有没有，在我的电脑里。哎，可以了，我看一下，现在几点？你要约几点？现在五点零八，你要不要约五点零四？那我约五点吧 ，OK 吧？你在什么部门、啊？我是什么部门？我看一下。你要进去那里是哪里啊？我要进去的那里叫技术中心，还是主机室？技术中心。好，可以了，进去看看。啊啊！怎么是下午三点？哎，没事，迟到一下而已。啊，进去了没？等一下、啊，帮我再约一次。我双重预约怎么样？进了吗？那怎么变五点半了？是早上，早上什么？早上五点啊？哈哈，你这么早啊？我现在是早上五点啊，不早不早说哎、欸。哦，如果是我，如果是下午的，我就会跟你讲那个。嗯，不要骗了，赶快进去啊！我要去几楼？我不知道啊，你先到处走走看。好，那现在二楼。你现在去二楼了，是不是？对，二楼跟三楼都拒绝我。二楼就不去，一楼也拒绝我。你去地下室看一下，我看一下，地下室有摄影机。地下室应该有东西可以拿，有垃圾桶，翻一翻。可是这边电梯只能往下，往上。啊，不然你去三楼嘞。哎、欸，我看看我们那个空电梯。三楼还写拒绝。你现在在电梯里面是不是？好的。电梯下来吗？我在电梯里的。
现在开到二楼了吧？啊？看一下，你是碰错台？你在哪一台啊？你现在是哪一台电梯啊？你是一楼的电梯是不是？一楼的，一楼的。动了吗？好，门关起来。哎，到二楼了。可以。好，进去看。哦。二楼，可是我看不了二楼哎，二楼被锁了。哎、欸，你去三楼，你去三楼。好。哎、欸，太快了，哎、欸，上车啊！哎，上车没？来了。哦，三楼看。你看到我？我看一下，三楼要存取代码、欸，你有代码吗？我找一下，感觉一楼应该是还有东西没拿。我刚给你的那张卡叫什么？这个吗 ？Country Page， 代码二六一一。二六一一啊！啊！你那些代码都是写在哪里啊？就地上就会看到。我没有没有，它有机器，然后我可以按。But be careful. I detect heavy surveillance ahead. 前面有大量的监测系统。IP 位置，我看一下保全无人机。你在哪里啊？现在要进研发实验室。你是从接待那里进去的吗？哎哎哎哎！哎。Good. Now help your partner find a way to the mainframe. 有无人机啊！你先别走啊！好，你从接待那边进去嘛。等一下哦。好，你要我进，我进。好，进去。对，我在接待室。哎，丢！哎，丢！你就继续。好，我等下直接冲。进去，右转，进去，然后右转。哎哎哎，不是，右转也有哎。贴着墙壁，贴着墙壁，它是会动的。好。进去，贴着墙壁。好，可以右转了。然后贴着墙壁。好，进下一个门。然后再进左边的，来，好，啊，我懂，懂了吧，懂了，好 ，Go， 右边，好，他走到左边的房间了，好，过去 ，OK， 往下走，赶快，然后走到，不是还有另外一台啊？哦，还有第二台啊、哦。有一台是圆形的走的，有一台是正方形，四个房间在走的。好，开门就进去哦。好，走。好，他还在那个房间。好，进下一个房间。好，进三号房间，然后直接往下跑，跑到底。然后进下面，哎，下面啊，下面。下面，进去第三个房间之后左转 ，OK 吧？ Okay, 左转，然后直走到底， okay. 然后右转。左转，直走到底，右转。好，好，走。好，先右转。好，第二个房间了嘛？好，第三个进去。啊，进第四个。左转。第四个，然后直走到底，右转。快！右转，然后再右转，然后一直冲，一直直走。好，有吗？你到了吗？好像到了，可以吧？好，把门关掉。需要帮忙来挑选一道锁。你现在我看到你的滑鼠。哎，你挑，看一下，什么意思？金钥匙，骇客身份。你可以，你是动那个的吗？动？我不知道我是动什么哎、欸，我是动这个的、啊。好，前进。哦，三个锁都要打开。换我拉这个，
哎，你干嘛？快快！第三道锁，我拉这个，走啊！然后这个是我拉、欸，哦，懂了，哦，蓝色的就是我拉哦 ，OK， 明白。下一个，然后我准备拉这个，你赶快，哎。哎，不是那个，是我拉的、哦。你拉完之后，我要拿那个卡住。没错，没错，快快快快快！哦，这个很挤耶、欸。哦，那个有点难。啊，不然我先把你这个卡住啊，你先过来啊。哦，哇、哦，聪明呢、欸。开。轻松害路，哎，轻松害路。It's time to dive in. Hack into the mainframe network. 找到晶片的记录。好，你找找看，有 IP 位置之类的吗 ？IP 位置，200168236205。看一下。有防火墙哦，我连进来了。好、哦，防火墙出，防火墙嘞，把我拦住了。我怎么攻？我解决它。哦，防火墙子类型是、哦，你是要选跟我一样的图案是不是？有什么图案？我其实不知道。是不是要哦？我看到，我看到。哦，你是在地上是不是？最左边，最左边，最左边是菱形角角那个，最左边角角那个，有三个尖刺的，哎、三个尖刺。等我一下。右边有几个尖刺？右边也是三个尖刺的。我看一下，你是在地图上跑是不是啊？没有啊，我在机房里啊。你在机房里啊？对啊。哦，那我要左边一个三个尖刺分很开的，哦，然后尖刺没有粘在球上的，然后中间有一个黑块的。中间的黑块是左边的。哦，左边的太阳。然后右边是比较密的啊，比较密的刺。右边是比较密的刺，然后全部都摆的，然后也没有粘在上面。还有吗？好，有了，有了。不然安全贴有什么？仪器啊，防火墙还在跑。防火墙进去了，这有一个防毒隔离单位。骇进主机找到晶片记录，可是我不能移动、欸、我看一下，防毒隔离单位。哎，刚刚是你动球啊？我在动吗？哦，哎，往哪边走？往下。下、哦。啊，这个蓝色是哪边？它，我往蓝色的走，是哪边？你要往蓝色走，蓝色的走不了啊。不是，你看我现在往哪边走的？你刚往下，你往下。啊，现在？你现在在起点啊？哦，好，走，然后嘞？你先往下一个啊，啊，要去哪里啊？要再往下，这样啊？按怎么回去了？我怎么知道？下。哦，走，然后嘞？啊，不，你现在往左看。哦，我现在往左。
往上，往上，往左，没能往左啦。你不能往左啊？我不能往左啦，往左。啊，不然我往这边看。哦，欸，有欸，有点前进。啊，往下。下在哪一边？就你那边下。我这边的下，我都不知道我的下在哪边了。这边吧。你往上。哦。我往上了。啊，这边呢？啊。哦，你要往下。哦，啊，这样呢？哦，你要往下。哦，懂了。那现在往哪边走？那你现在必须往右，你现在得往右。好像走错了。哎，你往上。这是往上。哎，你要往上。这是往上啊。那现在？现在照你前两回合那样走。啊，回来吧。啊，回来回来。然后呢？然后，你现在往左。我现在往左。这边吧。哎，你回去。好。啊，这样嘞。哎，又往上。哎，不是不是，你那边一定有什么线索。我这边一定有什么线索、啊？我这个很明显，我这个很明显就不是上下左右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你那边要干嘛，你那边看到是什么东西？我就看到四个门啊。哦，可以，你刚刚那样动好，你再往那个方向动。我就没有办法一直往同一个方向，门会关起来啊。啊，你那边有啥、啊？我这边有很多方块啊。九宫格是不是？不是啊，不是九宫格。有很多，它有很多方块，很多方块，然后有一个绿色的，有一个绿色的啊，绿色应该就是你要前往的地方。啊，我在哪里？它每一个方，你在绿色的方块的左边的左边的上面，左边的左边的上面哦。好，我现在往下一格、啊，这是往下吗？你现在往下，你现在往下。我现在已经往下了，那你往左，我往左，哎，有了有了，到了，哎，你看，啊，不是左边左边一格吗？等，没有，你先回复，什么回复？回不去了，不是你回不去了，钟恩，我现在在哪里？你现在在绿色的上面一格、啊，现在绿色的上面一格，所以我等下往下一格就到了嘛。哦，你刚已经往下，哎、欸，到了啦，没有，你往三格，你现在往下，我往下，然后再往左，再往左，啊、哦，你的左边嘛，你的左边，你的左边，我的左边。啊，你试试看往左走。哎呀，停！不要动哦，不要动哦。终于啊，终于啊！是你在搞我啊？没有，很难解释啊。不过你刚骑已经蛮……还好我靠自己走到了。没有。哎，这有一个，哎，找一个三角形，中间还有一个三角形。圈圈三角，三角正三角形、啊、中间那个正三角形啊，有吗？应该有吧？有吗？那有吧？我遇到另外一个防火墙，那另外一个叫好、另外一个张好像，看一下又一个，一个三角形，三个圈圈，三个圈圈，快点啦、啊！不是有很多有三个圈圈。不是有很多三个圈圈的，你要再描述详细。哦，没办法解释了，没办法解释，时间不够了。啊，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好好，来要、哦、开始分析。一个三角形，
一个小圈圈，中间一个大圈圈，右边还有一个小圈圈，三角形是往右边的箭头。啊。有吗？应该有吧。出来了吧？来下一个。分析。一个圈圈中间一个三角形，两边有个耳朵，斜的，左下跟右上。有。到嘞，到嘞。太阳。我真没事做。你在等我打开金库是不是？我把它解压缩。解压缩了。Microchip， 复制。Transfer of the microchip records confirmed. 收尾。好，滚出实验室。不对。不知道你要干嘛。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我们被发现了。脱身，要脱身。你现在在主机那里吧？我现在地下室出口。哦，你已经到地下室了。哦。地下室。现在这边有一个电梯耶。我们目标是从一楼出去吗？你那个电梯有没有编号啊？编号，我这边看不到，我现在看不到。你现在人在地下室吗？啊，我现在在负一。跳到一楼看，动了吗？啊，我现在，你有没有负一的？负一地下。这个哈。有吗？有吗？我把所有地下室的电梯都移上去了，地下室已经没有电梯了。哎，哎，你被杀了！ We're detected. Get your partner out of there. 看一下，所以现在你要干嘛？你先搭到电梯里面看一下。好，我现在电梯。一楼。到了吗？哦，我按启动。不是，你是不是自己可以开到一楼去？不行啊，我动不了电梯啊，哥啊。嗯？你要来帮我，这地下负一 ，OK 吧？什么地下负一啦？开到了没？不是，我动不了电梯喽。你动不了电梯哦？你呀、啊，这里也没有可以动电梯的东西啊。那你不要动电梯啊，你来帮我看看、啊、我看一下，我就只能看摄影机啊。好、啊，还是我秀一下啊？不然你那边还有没有其他的电梯啊？你去啊！我把所有的电梯都开到地下室看看。我看地下室停好几台哎、欸、哎。Oh no, we're detected. Get your partner out of there. 哎，阿迪怎么又？这感觉是我自己要处理它吗？你自己处理它、哦，我根本什么都看不到。我先把所有能开到地下室都开过去了。地下室只有一台电梯的样子，哎，有吗？啊，你开了什么东西吗？我开了三台电梯过去。我真的只看得到一台电梯啊！我们又出事了。你只看得到一台电梯，对吗？看一下，目前已关闭炮台。哎、欸，他那个防御射台没办法关掉，还是闭。他写说现在是关闭的。哎、欸，手动复写，关掉了。发射，发射。哎、欸欸，不要射我、欸！你现在有什么？我现在戴上一个眼镜，但不知道怎么样。
那你找找看有没有电梯啊？不可能啊，一定有电梯可以帮你来到地下室啊。你帮我设这个地。哪个？你在哪里啊？这个。你这个监视器动很慢啊。现在你踩的这一块是不是这里啊？啊。对啊。射不穿。我就看到它电线了。哦，那你沿着电线走啊。好啊，那你要去哪里？不是，你赶快找电梯哦、喔，赶快找电梯哦、喔。不是，这边就没有其他电梯了。啊，不然你往这个方向走，这里里面是吗？等一下，你在射哪里？这里啊。啊，你说那里？那里就是我来的地方。你过去看一下，那里还有什么？这里就是我搭的电梯，就没了。啊，里面有什么按钮？里面就只有上跟下啊，我按一。我按启动的话，它就直接放往下，啊，不能往下。按启动，它就会。啊，不然你再进去一次看。没有慌，你就按。你真的没有。那你按了、哦。操、哦！它烂掉了。我是不是停电了、啊？该不会我这里可以开电之类的吧？没有吧？我感觉我要处理好这个房间。你觉得？那你处理一下、啊。我先看一下我有什么可以按的。那奇怪了，地下室的电梯应该要停在哪里？你看到那个电梯有在动吗？我回去看一下。没有啊，这不是这一台啊。我的电梯是那种很多铁栏杆的那种。是，我这边也只能看到电梯的序号、啊。算了，你先走走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怎么通往一楼，肯定有什么方法可以去一楼。还是你要设那个电线，你可以穿过吗？什么电线？我这边看可以看到电线。好啊，啊，不然你先沿着电线走看看。电线的终点在哪里？终点在这，在我头上。在你头上啊、哦？好，这个头上，我这个头上，我解决它。好。哎、欸，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是要多高啦？下面一点，下面一点，下面，下面，下面一点，在下面。啊，很准，很准，不知道没什么用。是不是有什么按钮？往右一点。是不是有什么按钮啊？是啊。还卡关呢，酷啊！哦，你到底行不行？操！我是只看到那个线啊，理论上应该是要打开这个铁门吧？你是找开关哦，一定有开关哦。开关，铁门的开关。卡关了，卡关。哦，卡紧嘞，卡紧嘞。哦，真的没有，怎么可能没有开关？没有开关呢、啊，我就只看到这个下面写了继电器，继电器，然后它连着，啊，它连着电线，然后这样子连到哪边啊？所以起点在哪里？哎，啊，那也没办法。OK， 走走走。继电器，继电器。哇，这个就是继电器。不是啊，这是我拿那个特殊眼镜的。哦，你先拿。啊，继电器在哪里？继电器在这个下面，这地板下。这个地板下面哦。哇，可是你也打不穿它。哦。哎，
打到！哦，有！坏了吗？然后你再打这个柱子上面，上面，你看到我？柱子上面。对，柱子上面。上面。哪边啊？上面，上面，再上面一点，在上面，在上面。右边，右边一点。哪里？打中了没？你好像射在栏杆上哎，你再往上一点，你不要射在栏杆上。这样嘞？再上面一点。再上面一点，这里啊。再矮一点。这里啊。我感觉你在射栏杆。他这个角度就只能这样，已经到顶了。哪边？现在到底要射哪边？哦，有，已经打到，有了，有。哦，就你射不准。哦，到底会不会？到底会不会缩位置啊？哦，就你不会射哦。哦，到底会不会缩位置？哦。哦，你刚射不准，害我以为不是要射那个。哦哦哦。哦，不是，你根本就不会。哦哦，我是说在我脚下，那我以为你射到，结果没有。哦，你根本就不是在你脚下，你根本没在我脚下哦。下一个任务，追口列车，非洲到喽。Good morning, agents. Great work uncovering that our hitman goes by the name Cipher.I researched him on the dark web and found out that a crooked industrial called Jay Brenning is hiring Cipher for the digital assassination of several competitors. The hit list is scheduled to be transferred to Cipher during Brenning's train commute. Your mission today is to board that train, identify Jay Brenning among the commuters, and intercept the transfer of the hit list. Good luck. Okay.所以你在电车上 okay, 我在电车外。Now locate Jay Brenning and help your partner hack his profile. 嗯。所以谁是布伦？什么布伦？我看一下。密码破译器。我就把电车全部打开了，你先走走看。啊。哦，目标是谁？有没有他的特征啊？他的特征哦，我连目标是谁我都不知道哎、欸。他的应用程式还有职业喜欢这些。等一下，等一下，我研究一下。他叫布罗尼吗？布罗尼。他叫布罗恩是不是？布罗尼、啊、哦。布罗尼呢、啊？尼布罗尼贾博斯嘛。布罗尼，他在二号车厢，你先去二号车厢。二号车厢，好棒，好，我可以开。好，我在二号。你在二号、哦，啊，你现在是可以偷看他们手机，是不是？他有，我可以看他们喜欢什么，还有常规大都会音乐人跟电视网，还有天国。感觉就是这个，有天果的、哦，破译器亮了。在你的伙伴帮助下，推论出解密的金钥。安娜，安娜，金安，推论呢、啊？推论哦，啊、哦，四个数字。等待你的伙伴尝试推断出金钥，四个数字、啊。还是我先随便用？你先按呢、啊。有两个正确，两个正确的在不一样的位置。Oh. OK 吧 ，OK 吧，这个很简单。换啊换啊！有两个正确的在错误的位置。第
两个正确的在错误的位置。哈 ？OK 吧？不是，这小学生都会。啊，我受不了，我要硬 A。这小学生都会。哎，有三个正确的。好，只有一个错的，只有一个错的。有两个正确的，刚删掉了，拿回来哦。两个正确的，不是第三次你输入什么？有了，有了，对嘞，哎，目标错了哦，就不是这个人。哎，这个人有天国跟大都会，还有电视网。嗯，他也有这样哦。啊，你看得到 IP 吗？哦、IP 看不到。那你再找找别的。哦，会有很多人有一样的，是不是？我大都会音乐人电视网天国。哦，哦，哦，这个一模一样。可能刚我漏了一个。哦，又在搞。哦。两个正确，两个错误。四个都对了，四个都对了。可是，嗯，硬 A， 我硬 A， 等我一下。哦，你就那四个按一按就可以了。哦，可以了，就这个了吧。啊，伯尼跟贾伯斯。Now that you can spy on the chat between Brennan and Cypher, 好，我来偷看他的 line。Find the mule on which they fly. 零点，我在火车上全部准备好了。我害了一个随机的通勤者，暗杀名单储存在那个人的系统上。他在档案是加密的，不能下载。他在四号车厢，你先过去看一下。四号。啊，你先去四号车厢。我就把这些人都锁住。四号车厢有一个私人物品，我要找私人物品。播放新闻，四号车厢，我看一下。你现在可以看到什么？我现在一样看到人的应用程式。哦，太多人了，我看一下。还职业，还喜欢。运送者的 IP 在档案里，私人物品在四号车厢。私人物品在四号车厢。四号车厢。私人物品。这档案可以拉，是不是？这档案可以拉去哪里？我也没看到什么东西可以按。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哎、欸，请求解密协助。解一下，解一下。上上上上上。哎、欸，你上，你上，你上。哎、欸，前进啊，前进啊。自以为巧。好，走。哎、欸、哎，要两段呢、欸？哎、欸，两段是。其实两个应该是很够了。哦，好难控的球啊！你去。好，三个点，够用了，够用了。11140217，够了，够了。你冷静一下。我找得到。冷静一下。能有这么接近的不多了，就这个人了、啊。这个人 ，Ole Toji Violin。你找画面卡在这个小游戏里面了、啊。我的 Touchy Violin 啊，这一下我的画面，对，那先过一下，那先过一下，闪招啊，闪招啊，
快进去，快进去！我有脸，我有脸。你找一下。哦，我看不到那个人的 IP。我找不到那个人了，他下车嘞。啊？哦，找到了。大都会爽肤水天国。大都会。大都会。大都会。你这样在车上很像可疑分子，能不能正常一点？没有，我很正常。哦，这个一模一样哦。解决他。好。两个队的、啊。哎，我被病毒感染了。哎哎，我们中毒了。哎，有很多广告，有很多广告。马上下载360。好，我们先青山毒霸。先清除这个眼镜的吧。我要怎么清除？是这个广告一直跑出来，我一直点叉才有用吗？眼镜的，哎、欸，你先处理眼镜的、啊。眼镜的广告是不是？对对对，先把眼镜的都点掉。哇，太多了。有吗？啊，这样要同时转完是不是？我们要让眼镜的全部是绿的。等一下，你先停，先别按。好。好，来开始按眼镜的。好。欸，有一些被覆盖住。其他的也可以按哦，但眼镜的一定要按、眼镜的按完了。不是你，哎，你是不是按很慢啊？重来，重来，重来。好，不知道还有一些被盖住。哦，盖住就一起按。来，女人的跟眼镜的一起按掉哦。走走走。按掉，按掉，快快快快快，呼呼！按哪、啊？按哪、啊？按哪、啊？好，有了，清除病毒哎、欸，我们再把它关掉就 OK 了嘛。Keep intruders off the mule. Try again, but be careful. 来，推断。哎，人过来了，有人过来了，人过来了，我先坐着是。哦，你先坐着，你先坐着。他走了吗？没，他还在走。你先坐着，你先坐着，你现在很可疑。好，他来了，自然一点，自然一点。Brennan's about to exit. It's your last chance. 如果你要走嘞 ，before Cipher downloads it， 我可以动吗？还不行，他要下车了，怎么办？没事，我们就点这个运送车。对你继续偷他东西，你继续偷他东西。好，我爬起来哦，爬起来，继续偷，偷偷偷。快快快快快，一分钟，剩一分钟了。没问题，两个正确的，两个正确的。都在错误的位置哦，对啊，哎，两个全对，两个全对。哎，他要来了，他要来了，快哦！哎，两个正确，四个都正确，四个正确。好，我先坐着。有啊。哎呀，阻挡暗杀者名单的传送，忘了。Good job. I just received the hit list you rewrote. Okay,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好。去死吧，布兰妮！
Oh no, the train has been hacked by Cypher and is speeding out of control. 哎，火车加速了，你准备跳车哦？啊，跳车吗？他不是叫我阻止他？我要去哪一个车厢？啊，去那个车长室啊！赶快，赶快，赶快！哇，他在一前面是不是？对对对，跑起来，跑起来！开门！我禁止进入引擎。送你一个外挂。啊！要阻断哪些啊？要阻断哪些啊 ？CFTE 啊 ？CPS 四？哦，没有，对。啊？啊！哎，我找一下。哦，电车坏了，哭啊！哦，等一下，等一下，等我一下。我找一下那个线路，你先不要大胆尝试。我先全部按一轮。你先冷静。哦 ，RTD。开了，哎呀，有有有，操作指南，使用六个冷却模组，哦，要一个一个来，哎，先开安全锁，安全锁，一个垂直的，一个垂直的，一个一点钟方向，好，安全锁，啊，解除。好，然后横向变压器，还有一个什么三四五六，哎，你是几个？三四五六，哈，我这边有一个充电调节器，你要充电调节器，横向变压器，来啊，充电调节器先来啊 ，ID， 好，指示灯，然后个指示灯啊，哦。还是你要车站 ID？ 好，6882。哦，指示灯到底是啥鬼？只有一个叙述是正确的，有几个灯亮着？两个，左上跟左下。左上跟左下。好。333，给予三的总电量。给予三的总电量。好，好 ，OK，OK， 横向变压，横向变压，几个连接器？五个，五个，一个白的，两个红的，一个黑的，一个绿的，不是绿的，蓝的，最后一个是蓝的，是不是？好的，是这个蓝，一个白的，一个红的，一个黑的，一个蓝的。启动第五个，第五个，啊 ，OK 吧？成功了吗？第五，啊，有了有了，电池缺啥？可以用电池，化合物锂离子。锂离子，我蓝蓝绿绿蓝蓝绿，蓝蓝蓝蓝绿绿，蓝蓝绿绿，蓝蓝绿蓝蓝，稳定套件，稳定套件，那个稳定套件饱和了是不是？我不在。你要干嘛？它上面写什么？不酸性，哎、欸、哎、欸、哦，它坏掉了，快点啦！它坏掉了，换另外一台，换另外一台，尖晶石锰，尖晶石锰哦，哦，绿红蓝蓝，绿红蓝，哦，
蓝，不稳定，不稳定的，赶快要什么？残渣，残渣。啊、哦，加一滴稳定剂，然后等两秒，然后再加一滴。一、二、一、啊，哎，我按到哪里了？我怎么知道？绿红蓝蓝，绿红蓝，绿红蓝蓝，绿红。哎、欸，时间没那么多哎、欸，你赶紧哦。蓝，好用。啊，有了有了、欸，可以耶可以耶，没那么快过热了，请赶快解决故障。故障，我看一下，错误数字是不是？LRR 控制台有没有？有没有个控制台？啊、1704。使用一个长得像酒的密钥啊，酒的中间有凸出来。我按哪里找钥匙？不知道哎、欸。我按解锁就可以了吗？哎、欸，他每一个都长得像酒，中间凸一根、啊。它每一个都有中间凸一根啊，跟那个酒的啊，跟酒的头大概怎样？比它长吗？哎、欸，腿很长，上面一个口，然后腿很长，然后中间凸一根，啊、就是哦，一只恐龙，一只恐龙，快耶，一只恐龙啊！它脚是三角形的，它每一个都是脚是三角形啊。脚的上面三格，哎、欸，他的脚大概多长？他的脚、哦，我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格子长，七个格子，加上底部八个格子长。啊、头哎呀，我受不了，我硬捏了。头是二乘二的、啊，快点呐、啊！等一下，你那个抱的好像怪怪的、欸。是你赶紧、哦，你赶紧。它中间凸的那段跟它的头比大概多长？三分之一。哇，三分之一、啊。啊，有了有了。哎，解决，刹车刹车，赶快刹车。刹车。还有一个，你还有一个没有启动哦。离子啊。离子还把它弄坏，蓝蓝绿绿蓝蓝绿，蓝蓝绿绿，我突然好想上厕所。蓝，哎、欸，不稳定啊、哦，不稳定啊、哦，你赶紧，酸性溶液，我要去厕所了。酸性溶液，加五滴，加五滴，一要赶快哦，三四五。好，剩下你可以自己处理了，我先去厕所。啊？你赶快、啊。有成功了。好，充电调节器。6008。啊。然后灯是右上。就一个啊。啊，就这个。啊，444。四。好。好，横向变压。怎么有这么多个？怎么可能？白、红、红、绿。启动最后一个。啊。四分之三。你确定是这个哦？哎、欸，不是绿色吗？哎。哎，几个灯啊？几个灯？横向变压器呢？横向变压器啊，几个数量啊？四个啊，我不是说白、红、红、绿吗？啊，白、红、红、绿啊，启动最后一个啊，启动绿色啊，启动绿色啊。我这个照理来说。要不然你再开一次，你再开一次，重开机，重开机，重开机，是开绿的还是白的？
我怎么知道？你先把它开机哎、欸。等一下，啊、他重开机啊。好。然后嘞？让他换。啊？你先把它重开机。你他重开，我只要输入错误，他就会帮我重开机啊。哦，他现在长怎样？四个吧。哇，一样四个、啊，他一样是白红红绿啊。白红红绿。啊。所以要开绿的，左到右是白红红绿哦。启动最后一个射连接器，使用冷却翼。左到右白红红绿嘛。哇！滑感放到四分之三，不是75%吗？很好哥，很好哥。就是我还要放个滑感啊！哎，不然你就每个都给按一下。哦，是我对不准吗？钟汉，他就说启动最后一个。说我启动吗？不是，他启动之后，他下面有一个那个啊，不然独条，你就一直然后一到100%啊、哦、啊，那你他要我设在四分之三啊，你启动第二个，等一下，我觉得我快对准他，你快对准他这样子有了吧？哦，有嘞，有嘞，哦，怎么很对不准？你处理一下、欸，你处理一下，火车要到站了。No. 嗯，啊，你再加油一下。嗯，你就每个都按，你现在每个都按。我现在开第二个，第二个也失败。那你再开第三个，哎、欸。你还有10秒的时间，按刹车哦！好、啊，等一下，是这个 bug 吧？哦，你们是第三个，刹车，及时刹车。